第一个想到就是阿里山，想到阿里山的话，一定就会想到神木、哦、跟小火车嘛。因为神木很可惜在之前就已经倒下来了、哦、啊，我就上网找了一些以前相关的一些老照片，想要呈现以前大家回忆中他还是矗立在那边的时候。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，很小很小，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养，哦，那刚开始就你在里面有嘛，看着就很开心啊。真正让我开始去研究造景这个东西是，是其实是看了天野上大师的作品，我这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一样，对啊，哦，那就一直到现在。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嘉义人，小时候都很希望可以爸爸妈妈带着我、哎、跟我弟去阿里山玩、哦、啊，可是因为他们要努力工作赚钱养我们嘛、哦、啊，所以就一直没有时间。等到长大以后，然后可以开车带他们、哎、一起去阿里山，可是妈妈已经不在了。所以，但我也希望说，这一次的作品在天上的妈妈可以看得到。6月6号到6月10号，我们岛屿相见。